谢谢。我去过了台湾、中国，还有其他的教会。老实讲，我感受到来到这里敬拜赞美是很有深度，我被感动了。弟兄姊妹们，你们都感动吗？有。阿门。今天你就是个得到了上好的祝福。阿门。我奉三位一体真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赐福给你们。阿门。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在一间的神庙做鸡童，你懂什么怎么叫鸡童吗？就一个阿弟哈，他就来了这边，他说他就问掉，就叫我大爷大爷，我要家里得到很大的福分，我要得到很多的福气。我是在那个芝港那边，他说我今天添油几多，你跟我讲，我都添油给你，我就是要得到很大的福气。我说好，你就添油500块。那时候的2000年多年的时候，2000年多年的500块，好大对吗？哈，马币跟新币只是1块兑2块。他说好，这样我就通常神庙都会拿一包，里面放点米对吗？哈，放几张符咒。我说你拿回去啦。我说你添油啊，哦，还是添500块。你知道这个安弟就拿回家里去了。这个时候他后来跟我讲，他就放在他的神台上面，很开心，每天都想我福气，有福气来了，福气来。弟兄姊妹们，他得到福气吗？没有，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福气，他以为福气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到底我们上帝给我的福气是什么？今天借着这个这个月是圣诞的佳节，圣诞的夜份，真的我们好好思考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我们有没有收到，或者我们已经错过了呢？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宣读好不好？路加福音10:42，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借她到自己的家里。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场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是说，心里满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来应他，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是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过去的。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大声宣告说，今天所有今天在这里的所有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来参与来敬拜赞美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因为今天你只是赐这个源头，福气的源头，今天你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我知道你要赐上好的福分给所有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上好的福分乃是从你而来的，因为你是我们全能的主，你是我们慈爱的主，你是赐福气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今天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仰望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上好的福气都满满的充满在他们心中。奉耶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讲到上好的福气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需要知道什么叫上好福气。我们知道上好的福气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领受，免得上好的福气已经到了你面前，到你的手中的时候，你让它溜走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呢，我们先想一下，其实你们今天早上来这里崇拜，来练敬拜，来听到，其实就是一个侍奉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对吗？
你们不只是说我今天是同工，我来敬拜赞美，有在服侍的就是侍奉的，不对，你们今天来到当中来参敬拜赞美，来参与这个敬拜赞美我们的神，你就是算服侍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常常会误会服侍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同工，错，你们每一个星期一定要来，这个是你对上帝的一个服侍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啊。那当然讲到服侍，我们教会里面所有的委身的同工们，他今天也被主使用。我们常常说一个敬拜，你们惊喜你接受你是一个信徒，耶稣基督的心意就是要让每一个人从信徒都成为门徒。信徒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成为门徒，还没装备变成门徒之前，我们必须要来到来敬拜来赞美，开始我们初步的侍奉就是敬拜赞美。我们请说，侍奉，我们敬拜赞美就是侍奉的一部分。我们敬拜赞美就是侍奉的一部分。当你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被装备的时候，牧师同工们开始装备你的时候，我想说我愿意从门徒信徒到门徒的时候，你开始进入门徒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参与不只是敬拜赞美的服事，也是参与所有的同工任何的一些的这个教会的委身的一些的这个事工。其实在现今的教会里面呢，我们教会许多的同工，那当然这个我不包括，我只是在讲应该包括。常常呢没有一个委身教会的心，常常忙于教会的工对这个外面的工作，是甚至家庭孩子跟事业。那当然我不是否认你们不要注重工作事业跟家里，上帝耶稣要我们当然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事业都完全的他赐给我们，我们要把它完完全全的做好，那他来带到教会。那当然是讲说你今天已经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忘记，常常就像那个马大，记得吗？耶稣已经带到面前的时候，他还在忙着这些东西啊，有事长说啊，那今天谢谢你赐给我的很好的恩赐生意给我啊，今天有一个客户来找我，主耶稣今天这个礼拜我不来啊，我要去做我的生意，或者是哎呀今天我有亲戚朋友或者说朋友的宴会我今天不来了。有时候我们会把上帝的服事撇在一边，到底我们的教会委身的侍奉是不是这样子的光景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看了几段经文，圣经啊，这个该是讲的，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我们一起宣告好不好？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在诗篇一百篇一到二节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罗马书五十二章十一节就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这个我们的目标，我们侍奉的道路的目标就是谁啊？我们的耶稣基督。你看到没有？后面是那个地球，我们不是叫你把地球撇下，我们是做了从地球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步出来，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在前头。我们的生命不管长短，你今天我们都知道，只要你心中有耶稣基督，你就是活得有意义，你就是一个活出你这生命的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有些人这么短就去世啊，我今天能够活到几岁，谁不想活长命，对吗？谁不想？可是如果你心中没有耶稣基督，你已经来了教会，你信主的时候，你没有把耶稣放在心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是徒然的，你信耶稣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我前时间我已经退下没工作了，以前是跑全马，所谓跑全马是包括西马整个打半岛到东马到沙巴沙拉巴，我全部都跑了，不是跑一个地方，我是每一个小地方都跑。现在我第七退下了，
我前时间在监狱施工，监狱懂吗？就是我们的监牢哈，我是一个星期去三天，我去那里面辅导，也有死刑犯的，有杀人犯的，也有等等的，还有贩毒的，还有等等的，还有一些的骑兵啊，各方面的，我进去里面辅导。我常常告诉他们，他们说老师，我们在监牢里面的没有盼望了，怎么办？他说，甚至死刑犯呢告诉我，老师，我已经被判死刑，我对生命都没有盼望了。我说，今天耶稣基督今天没有救你，可是你的灵魂还要救你。你今天虽然你在监牢里面，你的生命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可是我告诉他，那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结束过，你只是你的生命几时要结束，你知道？我也会死了，我说，有一天我也是要回到天家去啊，对吗？只是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对吗？我就当然了，不是说心灵中的安慰他，我只是告诉他，你要好好抓住这个永生盼望的神，你抓住他，你今生就有喜了。我在这帮人刚刚才有五个到两个月过后的时候，曾经一次是圣灵感动我，就带他们唱诗歌的时候，有其中有四个咬住那个铁子，因为死刑犯他不能够直接跟我们讲，他必须要在里面有铁子的，他就咬住我，他就上帝啊，我要你，我今天我得到你永恒生命。你知道那一刻啊，不是他哭啊，我自己在哭啊。我说耶稣基督，你看到了吗？他已经把他生命交给你，你吃下永恒盼望给他。我自己在哭，哭到我怎么整十分钟，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分享下去。后来我讲耶稣，今天就用你来掌权。后来我就借着一些首诗歌带他节制，后来他没有洗礼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命，我们不是说活到70岁、80岁，不是说因为你生命长短。好了，上帝讲说给每一个人都80岁，其实上帝有给我们几岁吗？没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其实死是最公平的一个方程式，不管你有钱，不管你多有权柄，你多么的这个地位多么高，多么荣耀，我告诉你，一天你还是要走的。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跟我们建议你们分享，上帝很幽默，他不让我们什么时候走。如果上帝讲，我创造你们每一个人都80岁死，好不好？一定80岁死，80就生365天，什么324，什么28000多天。我告诉你，你不用等到80岁你就死了，你可能到79岁的时候，哎呀，我还有12个月，300多天，哎呦，到79岁还剩两个，哎呦，我还剩1个月。最后我告诉你，你不是安然的死，是怎样死啊？吓死啊，怕死掉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多少天的，只有几天了吗？3天。那3天呢？对了，很好，昨天、今天跟明天。你到明天的时候还是要昨天、今天、明天，过去已经过去了，今天我们好的掌握，好好的珍惜。明天永远的掌权是在谁啊？永远都是在上帝在掌，耶稣基督在掌管着明天。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只有这3天，可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有几天呢？我告诉你，我们只剩下1天，那一天呢就是天天，我们天天在那边享受永远的福乐。 Amen 吗？我们没有做天今天的，你今天就是只有一天，因为我们已经在上帝的那个怀抱当中，我们每天喜乐了。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我们有3天，昨天、今天跟明天。我们有3天，昨天、今天、明天。弟兄姊妹们，你在侍奉的道路上有没有像马大这样忙东忙西？我们不能够像马，我们应该要像玛利亚，显着上好的福分来服侍主，让主耶稣称赞我们说，你做了一件美事，你得到了上好的福分。我们再从其中还有一段的经文来看，到底上好的福分，圣经我们要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我
我们从打破一瓶的玛利亚，这个也许在当中你们都知道，打破一瓶的玛利亚是怎么的一个故事。我们就从马可福音十四章开始说起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戏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智慧的真拿大香膏来打破一瓶。打破一瓶怎么办？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他就把他，对了，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里面打破一瓶是什么的，什么的，上帝要告诉什么？首先，打破一瓶是件牺牲的事，付出世纪的代价。玛利亚甚至把她前途继续最宝贵的价值交给耶稣，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个香膏，那个真大拉大香膏，是他用一年的薪水来买下来的。你知道当时的一年的薪水，我们不要讲说我们今年你们一年可以赚多少钱，四万五万吧。你说那个价值真的是很贵，你知道吗？他正拿来的时候就。而且他来了的时候，来到耶稣那边的时候，他要忍受那些门徒的车，对吗？他就骂他讲：“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这么贵打破，这么浪费？为什么不去救济穷人？”他这个接受这个苛刻的批评哦，无悔无恨，无惧病人的眼光的话，他没有如今这个不管那个旁边的妒忌跟那个批评，他只专注在耶稣的爱上当中，因为他知道耶稣不久将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把他一时所有放在耶稣的身上。另外一个打破一瓶是一件顺服的事，他显出最大的谦卑对主的爱，他选择在主耶稣脚前是亚利亚的态度，他甚至他用了土法擦耶稣的脚，他一直哭，他这个举动是做为了谁啊？单单只为耶稣。你知道玛利亚是什么身份吗？他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妓女，一个罪人，你知道吗？他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知道他罪人，他是到耶稣去不是救主，他今天来就是要把一生全部都单单的为他献上。我们再看第三点，打破一瓶是一件关键的事，他明白耶稣基督的心意。在经文当中，门徒他是用头脑，他用头脑很理性说，为什么你把这个钱就用低了，对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都会这样想，哇，你把挣了那么多钱奉献给教会，怎么你去帮助那些人，你把这么多时间奉献在好像你们在城南那个巴沙马兰，为什么这样麻烦你这个时间去走巴沙马兰不好？为什么我们通常又会用我们人的理性的头脑来想，对吗？可是玛利亚是注目在耶稣，他以神的心对齐，在关键的时候他做该做的事，他付出这一切成为了什么？福音的出口。真的，这段经文，我以前刚刚信主嘛，这段经文听的只是一个故事。可是我在深入，那是我一次我在祷告，我在灵修的，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好。那个时候，艾芬牧师叫我来在分享的时候，我想说分享他说就不要带出见证去，带出这个更好的一些的那个这个信息。后来就祷告的时候，我就浮现出现了这一个的画面。我说这个月是十二月，是圣诞的佳节。我应该带出上好的福分，让这个上好的福分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最后点，打破一瓶是一件美事，既要标准的奉献。玛利亚毫不保留的奉献了，已经超越了刚才我说的理性，对吧？他不管三七一，来的时候就把它打破。你知道那香膏本来也可以你洗自己打开，你用了之后哎，可能还有剩的，我可以拿回家里去。他打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完全的，就是破了，就是不打算拿回去的。所以我们也常常这种心吗？
他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常常就这个他的就是属于他的，他认清。所以玛利亚他乐意的为主，完全的为神摆上他的这种的侍奉的态度啊，得到的耶稣的称赞。他说：“玛利亚，你做了一件的美事。”弟兄姊妹们，你在侍奉的道路，还是在常常在我们的职场的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工作场地的时候，你有没有常常做一些让人家说看得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让耶稣来称赞你说：“孩子，你做了一件美事，你为了我做了一件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我们在看一下这个职位的增纳大香膏，就是表示什么？这个知道它这个很贵的，就献上自己，把最好的、最珍贵的，打破一瓶。刚又说没有一点为自己保留，完全的摆上。我们今天有没有打破我们自己的心中的那个香膏，为主献上？浇在耶稣的头上，就是单单只为耶稣完全的献上。你有没有做？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哎，我今天是为耶稣做，还是今天因为上帝给我的恩赐，我要发挥我的恩赐？”哎，我今天很棒，有没有？你有没有把这一个你的奉献完全交在你的耶稣的身上？今天你说我有恩赐啊，我要献给耶稣基督。请问你的恩赐谁赐给你的？耶稣。你今天我很有钱，我奉献金钱，耶稣啊，奉献钱给你，钱是你的吗？耶稣基督给你，上帝若不给你，有没有钱赚钱？给你机会赚钱，你有钱吗？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上神节课的时候，我们的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全世界最公平也是最不公平的一个生意，一个伙伴是谁的吗？就是跟耶稣基督股东。今天你跟耶稣基督股东的时候讲，耶稣啊，我跟你股东。耶稣讲，你能不出什么？我要出金钱给你。耶稣讲，这钱是我的，哎，我会管理公司啊。耶稣讲，你的恩赐，管理的恩赐是谁给你的？我给你的。这样耶稣，我能够做好吗？你什么都不用做，你静静的好，你照着我意思去做，好像感觉到很不公平了，我没有说话的权利了。可是你会话讲回来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出，可是当年有盈利的时候，有赚钱的时候，有很多福气的时候，谁分到啊？耶稣讲，哇，今年我们赚了好多，赚了1000万。耶稣，我能拿多少？耶稣说，全部给你了。这个是很公平吗？对耶稣来讲是很公平，可是对我们更加公平。可是你跟耶稣，可是你会常常想到跟耶稣股东不划算，什么都要听耶稣的话，对吗？我们常常就是一丈的方大，有没有担当的耶稣？所以常常我们在教会的时候，真的，我们不要想到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欺骗我自己，主啊，我是仆人，我是你的管家，我今天单单只为你。玛利亚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什么，打破一瓶，他把满满的香膏一瓶开，完全打碎了，意味着全然的摆上，毫无保留的奉献，他得到了上好的。这些的他给更多了，这个上好的这个福分。玛利亚亲身经历这个耶稣他的一切的作为，认清耶稣他的身份，更重要的他明白耶稣的心意，他毫无保留的将他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他。玛利亚没有为自己争的，该说讲没有为到争，他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该我所该的分享当中，有时我们真的很保爱我们自己那个满了真纳到香膏的一瓶，对吧？我们人就是这样，很保护自己，我们什么都为自己，我们觉得什么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对吧？为自己该买个更好的房子，为自己买漂亮的衣服，吃最好吃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真纳到香膏哈，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形成。可是我们一见到当我们很有钱的时候，我很有富有，我们生活过得很好的时候，
你很有恩赐的时候，一旦遇到今天，我告诉你，你要打破你的一拼的关键时刻的时候，你要放弃你一切的荣耀，一切你世上所有的时候，来让这个震浪像这个大山高哦倾倒出来的时候，你能够完全摆上给主吗？有人像玛利亚那样爱主吗？毫不犹豫的大破吗？有时这个我和自己在想的时候，有时自己我真的求主赦免我们罪，我们知道主啊，我今天来，我敬拜赞美已经够了，我今天有钱就好，也许我今天赚了10000，我给你1/10，我给你1000，很多了嘞，很多了。耶稣讲，我要你像那个寡妇这样，将你所有的那2个铜钱给我，你愿意吗？你愿意打破你的那个沾到山高的倾倒出来给耶稣吗？我们能否向耶稣就尽他所能，按照耶稣的心意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献上了。如果你做到了，你说你回应耶稣说，主耶稣，我愿意像玛利亚完全摆上，我告诉你，耶稣会告诉你，你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 Amen。有时弟兄姊妹们，牧师我个加利山教会已经有20年了吧，十几年了。感谢主。当然，从以前一路下来服侍到现在的你有了哈，不是说没有，那些弟兄姊妹通通，有一些以前也许很火热，可是现在已经退下了，或者甚至的。已经离开，或者是说因着一些的问题，甚至你会遇到的一些的事故上的瓶颈，对吗？你是服侍的很没有力，服侍到真的很累。弟兄姊妹，我也是这样。我被耶稣拯救的时候，我第一次死亡就是我要去自杀，心脏收容我已经拆掉了，收容我是我的跳楼的天堂啊！我曾经就是因为他是天堂而去跳楼。后来耶稣基督借着我哥哥从台湾打了电话，我差不多到已经到了第13层要走上去的时候，已经到了我要开准备，就是那半分钟我就跳下去，我哥哥从台湾打电话给我，他说护士，我明天要回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了，那个时候是8:00飞机场，说你来接我。好，就是那个时候我醒了，上帝救了命令。后来已经做我哥哥带我信主，因为我生意失败，我是个风水师，一个算命师，我曾经还跟灵界打交道。什么叫灵界打交道？你明白吗？就是养鬼子。我也是个鸡童，我几乎什么都学，我什么都会，我是一个人人尊重的张大师。看到张大师，以为我很棒，我什么都可以，可是。到最后我生意失败了，你记得很好笑，一个风水师上面是生意会失败，那你们当中也许说以前接触过风水上面师，那你们的命运交给我，我的命运自己都没有办法掌管，就是说你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这样你们的命是谁来掌管了？我不知道，我只告诉你没有人掌管，其实你们的命运是在神的当中，那当最后我交给神，我信了耶稣基督。可是我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跟到耶稣讲说，我要出来服侍你。可是我当洗礼的那一年开始，我就发生了一次很严重的车祸。我们在10/20吧，一个热灵说我被分成。发生车祸的时候，我为什么耶稣的让这个灾难临到我？我不知道。后来我双目失明，我眼睛瞎掉。耶稣在黑暗当中就告诉我，孩子，你真的要出来给我服侍，你就要全然全心全意的出来给我服侍我。后来我才知道说我做得不够好，当我眼睛开始恢复这个你们看到的时候，恢复健康的时候，
我告诉我耶稣我不要出来，我就开始活着很好，就是当初就好像我们弟兄姊妹有些同工开始活着服侍两年三年四年的时候，我没有上帝的话语，我很少到教堂去崇拜去听他，就是讲我还有把我的老我就放在这个我生命当中，因为我以前是风水啊，我是风水师的，以前我是风水师的，我在分享的当中还把我的以前的东西还高举在这，我把我高举的时候到最后来高举耶稣基督，后来我在服侍时感觉到进入了那种瓶颈，我进入了瓶颈，侍奉上瓶颈，我很累，主啊，难道我就是这样子侍奉，感觉到好像没有喜乐没有生命了，感到什么，感到很疲惫很疲惫，甚至我告诉你，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可以坐在那边，还没到我的时候在敬拜赞美的时候，那时候只是团契，我坐在那边我可以这样子睡着的，累到这么的好像很公式化很宗教性的那种在分享，我想耶稣我真的很累了，我太累了，有时我们侍奉的人没有侍奉到，没有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生命，我们就会像刚我所讲的，就像图片讲，我们的生命我们侍奉就越侍奉越吃力了，吃力在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叫吃力哈，我们听得懂，我到台湾去了越侍奉越吃力，他们听不懂，后来我刚讲闽南语假啦、啊、他就知道了，他、啊啊、就明白了，是讲吃力明白，就是感觉到很辛苦的，有时刚才讲遇到这种疲惫的那种心理上很想放弃释放，对吗？就是遇到了这种瓶颈，你要回到这边，你要回到耶稣上帝起初的爱。后来我就在祷告祷告的时候，我经过了多少年了吗？将近两年差不多十个月，接近三年沉淀期，我几乎放弃了。就有一次我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告诉我说，你忘了吗？你忘了当初你告诉我说还有很多人子民让你拯救吗？还有那些羡慕的那些风水跟算命的民间信仰的那些人，那人民会等到你去拯救吗？因为我跟耶稣讲说，耶稣我在这里求主你差遣我吗？你忘了吗？耶稣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是还有很多人整灵魂还在那个海中的漂浮。后面耶稣基督又开始说，主说，孩子啊，你累了吗？我愿背负你一切的重担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得安息。那时我哭了，我说耶稣我离弃你了，我对不起你，为什么你这么爱我？我说我完全没有，我没侍奉你。耶稣说，你是我孩子，我永远爱你，你就把你重担全部卸下给我好不好？我要跟你承担这一切。他就领悟到，原来主耶稣对我们爱从来都没有离弃过，他没有放弃过我们。有放弃过你们吗？没有，他一直在陪伴我在身边，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任何人一步。你在陷入低潮的时候，耶稣还在陪伴着你，他让你继续的生活好吗？有，他继续让你生活，继续过着很好的生活。重要的，他继续给你生命的气息，对吗？如果讲说，哎呀，你不死不活，我就叫你回家了就好了。可是耶稣说没有，耶稣从来没有离弃过你。常常我在监狱里面分享的时候，我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生命。就当中有些未信主的，但是神那里爱世人，神那里赐福我们的讲没有啊。我说弟兄你几岁？他说三十几岁。请问你有爸爸妈妈吗？有，我爸爸妈妈有爱你吗？有，我在电脑里面从来没有朋友看过，他们在监狱里面死刑犯了，家里人一定是对他们不离不弃的。我说家里人有你吗？有啊，耶稣也爱你啊，你家里来看你。他就哦，上帝给你生命的气息，你今天活着吗？我说你打自己的，哎呦，我活着。我说我活着，今天你记得这样，他很壮，因为他在里面监狱里面，我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什么就到时间就有。
吃了吃了出来就做工，做工就是睡觉，就是时间到。我说上帝给你恩，这些时间有身体健康有。我说上帝从来没讲说信耶稣的人才得到身体健康，才不会坐牢。我说当中也有信耶稣的。我说几个手，他说几个手，你为什么进来？老师，我犯了错，我知道我得到应该惩罚一样的。我说信耶稣也会坐牢，他犯错得到了这个国家应得的一个惩罚。我说如果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每个都很好，一路风顺，信了耶稣之后，以后我们就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这个是他的童话故事没有啊。如果真的每一个人都信了耶稣都很顺利，做工很，老板很赏识，每一个都是做经理，也赚做生意，每一个都是赚大钱，身体健健康康，活得长命百岁。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不用传福音，我们不用进步道了。你早上九点开门啊，对吗？哈 ，office 的人，我告诉你，外面很多人排队，排队做什么？我要信耶稣，我爱信耶稣，信耶稣今后为什么？耶稣信耶稣，什么都很好，对吗？没有啊，上帝讲我爱你们，爱我的孩子也爱你们呐、啊。我今天这个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有空气，今天早上起来眼睛一打开，吸了第一口气，氧气进去，哎，这个氧气是谁给的？我说，我就问他先生，你谁给的？上帝给的。你们有没有？我说信耶稣的人有没有特别的一个氧气？他说我们信耶稣，上帝给我们，你们没有吗？有一样的。我说上帝爱每一个人，上帝也给我们氧气，也有给你吗？你信耶稣了没有？他讲没有。上帝爱你吗？他就点头了。我说你今天要信耶稣吗？我说要，我今天信耶稣。真的，你是我们常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他讲说啊，信耶稣的就大大难得救。你要告诉他，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弃过他，对吗？上帝有给他一个很好的家庭，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没有。有没有特别恩待我们？有，那当然我们有上好的福气。如果你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说我要信耶稣，我说你上好的福气比别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更加好，更加好。阿门。但是我就是上帝告诉我的时候，我这个我已经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上帝已经把上好的福分给我了，只是我没有好好的使用了上好的福分，以致我落入了这个侍奉的瓶颈。弟兄姊妹们当中你也有讲说，我真的也是一样的，不是你所讲的今天我是这样的累。我告诉你，好好的到上帝面，到耶稣面前，好好思考上帝对你起初的爱，你跟你的上帝你立这个立下了什么约？上帝今天耶稣基督今天救你，就是要你出来服侍他，服侍教会，服侍众人。那好想你今天弟兄姊妹，你得到上好的福分了吗？那我们的今天的归纳总结，用几点来总结你的好的思想，很简单，几点呢？上好的福分就是把握机会。回到我们经文，玛利亚不管香膏的价值多么昂贵，对吗？她能够得到的祷告一瓶为主浇上这个香膏，用头发擦这个耶稣的脚，因为她知道耶稣基督快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她把握机会。我们一起说，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为主摆上，真的，把握机会。侍奉者，我们在当中很多同工，或者是说你们在以前有侍奉，现在已经没有侍奉了。我告诉你，一样的，我们今天要得到上好的福分，我们必须要抓紧时机回应主。从那个经文，那当经文还有下段，对比之下啊。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放在坟墓的时候，那些带着香膏前往坟墓要膏耶稣身体的妇女，其实是不是晚了一点点？不是晚了一点点，晚了很多。耶稣已经死了，你才要拿这个香膏去呢？其实我告诉你，不是晚了，是不是耶稣死掉？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你没有机会服侍他了。弟兄姊妹，我奉劝你们，侍奉者要抓紧时机，及时的回应主。侍奉者要向玛利亚显着上好的福分，我们渴慕耶稣的心，把握机会来服侍他，
听他的教导。今天耶稣说，我们这个加利山这个我们这个教会有十二月该我看得很感动，有几场五场嘛哈，六场不到，耶稣已经开始感动你，你愿意出来吗？他已经嘛，你有把握机会吗？你要说我慢点，我慢点，我告诉你，时间不多了，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耶稣基督说，你来服侍我，我们要把握时机，要回应主。第二，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体贴主的心。你看这个心多么大，脸这么大的大颗心，你有体贴吗？我们的心很小，可是耶稣的心很大。我们侍奉者要体贴主的心，完全的献上得主的悦纳和称赞。其实我们侍奉者常常跟我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括弧，就是我们常常要得人的掌声，对吗？哇，你棒棒。那当然我们掌声鼓励你，是让你继续的服侍，让你这个能够得到这个继续的服侍，不是讲哎，看我的敬拜赞美，我讲到好不好，牧师我讲到好不好了。No， 我们不要问人家好不好，说哎，那不，当然有些不是说我们属于那种很公式化的，那当然哎，不是今天你的道让我能够得到道歉很好，我说感谢耶稣。如果一天牧师或者朋友讲，牧师你讲的道话我听不进去，讲不了明白，感谢主你提醒了我，不要人家或人家伤害你，哎呀哇真的牧师你讲得很好，哇很棒。 No，我们今天身为牧者，牧师的在当中很多身为的同工们，我告诉你们，你们是管家，你们身为这个我们的上帝的管家，我们要更加谦卑。我那天是11月10号安牧，安牧的时候，我的王院长就把我们自己的发表一些在感言，我说主啊，我回你三句话，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主啊，求你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我们身为牧者，我们是上帝的管家，我们要更加的谦卑，不是讲你叫我牧师，哎，叫我牧师啊 ？No， 我们不是。如果你这种身份要得到人的掌声肯定，我告诉你，你不合格，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同工，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要，而是要，看一下体贴主的心哈，得到主的，我们是，而是要得到耶稣的称赞。我们是谦卑的器皿，随主意思被这个挑战，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被高举，我们这个才是神使用的侍奉者。第三，上好的福分是什么？看前面讲，第一，我们回应，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机会，好的回应主。第二，就是体贴主的心，就是耶稣让我要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愿意。第三，就是将最好的献上给耶稣基督。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是要成为当着活祭，将我们身体活活生的身体，我们自己将最好的都献给神。常常我们唱一首诗歌，对吗？将我们的自己献给神，将最好的献给主。当一个侍奉者献上自己最好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会越服侍越喜乐，越有那个力量，你不会应到忙碌啊，把忙碌当做一回事，因为你这个的忙碌时候，你不当回事，因为你在喜乐的时候，上帝在充满你的时候，上帝的爱在充满。我告诉你，那当然不是叫你忘记你的工作了，你在忙碌其他的时候，或者说你在侍奉接着跟着很忙碌的时候，服侍到很恩那种很有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不会再见的时候，你已经服侍到很吃力那种感觉。我告诉你，你要将你那个为主最好的献给主，你要将那个为主啊献上那个最好的一个心。在侍奉的路上啊，其实我们常常的跟主耶稣斤斤计较，
跟你主耶稣亲近，听到就是跟教会嘛，哈，你是跟教会的牧者，你就讲，比如说啊，那个弟兄，你来帮忙好不好？今天我们的布道需要这个，哎，牧师，我今天有宴会啊，今天我什么事情都，那当然，你真的是有重要事情，你肯定神知道。如果你为了这个跟人亲近交说，你说为了要逃避，或者是让你害怕来服侍，甚至说你不想服侍，我告诉你。你要悔改，因为你亲近就不只是说，不是他做我做这么多，这么他能有做？就好像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经文，记得吗？马大说：“我在这里做了这么辛苦，为什么玛利亚坐在那边，眼眼浅浅的，这里是听你讲的话，有没有这种心态？我们有人跟人家斤斤计较吗？我们不要跟人家计较，我们不要跟计较这个是计较任何一些东西。”我们单单的把耶稣放在我们的这个眼，这个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单单耶稣，我们要全然的不惜一切，完全的献上为主。我们立志，弟兄姊妹们，我们立志好不好？我们一起立志，摆上自己敬神的服事，将最好的、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那时候我在开始，后来得到耶稣基督经历之后，我开始服侍，我到教会，我开始装备，开始。那时候我信耶稣的时候，虽然我信了耶稣，那是好几年，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是，我几乎可以信耶稣，我是个门徒，信徒。其实我告诉你，我是连信徒都不如，我是一个礼拜徒。礼拜徒这是什么？就是做礼拜，做最后个的，因为我个子比较高的，每次做最后个，做了之后。就回家去了，没有参与崇拜，也没有祷告会，哎，没参与，不是崇拜，没有参与任何的那些的事工，没有团契。当时我这个，虽然我跟耶稣摆上了身，可是耶稣告诉我你要回到教会。后来我就找了牧师，为我实习的牧师说，你要装备你自己，你必须要到常常的来参与小组、团契，然后查经。后来开始慢慢的进入的时候，真的不一样。当我们进入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家庭之后，上帝的爱就充满我们，说我们的心就被开始激励，圣灵充满我们了。我告诉你，这个圣灵充满不是一时不一时的，崇拜过后就没有了，没有的，满满的一直充满。当我们回到家里时，我们还是那么活着。后来过了两年三年，就是得到张老师的鼓励，我开始装备，开始读神学。我开始聆听上帝话语的时候，我记得我侍奉不会这个进入瓶颈，不会这个很累，不会，因为耶稣说，我会赐下一切力量给你，你会靠着那个加给的力量的，你凡事都能够行。就说什么？我们想一下，今天你到一个公司去做工，你很有才华，老板，我跟你做工，哎，我要请个。老板他说我请一个销售员 salesman， 我说我可以，我对马来西亚很熟，我上次就是这样，我很熟。我说老板的好，你都没有看到我这个东西，说好，我可以一个月给你5000块。可是我跟老板讲什么？老板，我没有钱买手机，当时2000多年手机刚刚开始，你没有手机啊？好，我买一个最好的手机给你，当时的手机最好是 Nokia 对吧？拿上来还会咬的哈，那 Nokia。阿爸，我没有车哦。哎呦，你没有车啊！本来你用自己车，我每个月给你500块那个卡免单的费哦。江边景，哎，你要跑到江丹大江景，我买辆 Camry 给你，买辆新的给你。哦，好好好。这样你出去的时候，每一天我给你80块的住房贷，住房贷打油，我公司一张卡给你。阿爸，我没有钱哦。好了，我 advance 就是先给你1000块。每个月我再从那边扣啊，好，谢谢老板。他怎么做啊？重要的给我找多点生意来。我说好啊。上帝今天一样的，今天你要服侍，说上帝，我愿意服侍，我愿立志今天将最好的献给你。上帝讲说，你可以知道，上帝我没有恩赐哎，上帝找没关系啊，你会什么？你会招待啊，没问题，你就做招待就好。上帝，我这个我要帮忙服侍去讲道啊，或者是说跟大家分享，好啊，你不会，我给你恩赐，
然后说上帝啊，可是我要做工，我常常因做工作的问题没有办法全时间的服侍你，没关系，我就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好不好，给你身体健康，你好的可以把你的经济各方面都搞好的时候，你可以去实验服侍我。好，谢谢上帝。是吗？上帝会在你服侍的侍奉的道路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Amen 吗？真的，我们才服侍的，我们这几年我信主，我2000年洗礼，一直到现在18年了。我这一段走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我不告诉你，假设我一信主，一直到现在一路上一直到牧师，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我也没有那么属灵啊，明白吗？不是说我不愿追求，意思讲我们这道路一定有上上跌下下的，上帝要让我们磨练我们，要让我们学习好多好多的功课。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怕这些的东西。我告诉你，常常往往我们很怕跌，对吗？神跌啊！啊，我其实做生意的时候，这个月行情好，哇，老板讲你这个月 sales 跌很厉害的。有时我们的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我叫你跌，总之跌很怕。我告诉你，记得跌的时候感谢主，记得要感谢主，不要只自豪来感恩感谢主。在跌的时候，耶稣我在感谢你，那当然可能你应该是讲，耶稣我感谢你，可是你跌得很痛啊，对不对？在跌的时候，跌到谷底的时候啊，哈利路亚主啊，我更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就跌到谷底，不会再跌了。到谷底的时候，耶稣讲：“孩子，来，把重担交给我，我要赐给你更大的福分，因为我已经让你磨练了你，我今天要更好的交给你，你要成为我的管家。”哈利路亚！这个不是安慰你们哦，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常常带着这种感恩心？啊，立志要服侍主。如果你今天立志要服侍主，记得。我们要心理准备，不是说你会遇到很多东西，你会遇到这种瓶颈，重要的撒旦的攻击。我告诉你，好好的依靠主，将最好的啊献给主，单单定在耶稣基督身上。弟兄姊妹们，讲了这么多，听了前面的这么多，我告诉你，你开始要服侍主了吗？你愿意出来服侍教会吗？你有把握机会？你有体贴主吗？你有这样最好的线上了吗？你得到了上好的福分了吗？这个月是圣诞的佳节，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我已经告诉你了，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有基督降生的。你预备好了吗？不是讲有六场的布道，通通肯定不够，我们需要这个。牧师当然最希望整个教会全部转动点，对吗？我告诉你，你这个是时候，是预备好这个时候了。记得要出来服侍的时候，记得把握机会，好好的把握这一个美好的机会，这个12月圣诞佳节的机会。开始，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在马槽里面了，他包着白布，那就是记号了，已经清清楚告诉你了，你把握这个机会吗？今天耶稣这个嘛，这个上帝说讲什么？那个先知讲说，有一妇女要怀孕生子，好，她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们，神今天就与你同在，你要把握机会，然后体贴主的心。你要体贴主的心，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围着什么来吗？围着我们来，围着整个世界的灵魂而来。灵魂，我们就是要拯救灵魂，我们要传福音。加利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告诉你，尽心行出神的话，就是上好的福分。阿门。真的，你得到了上好的，你就是行出神的话来。上帝讲说，哇，这个12月六场的布道，就是要传福音，拯救更多的人来到他的国度里面。你有没有知道耶稣的心？有体贴他吗？常常我们体贴很多人，
体贴我们的老婆，拍拍老公，体贴孩子。可是耶稣基督不能体贴他们，真的，我不是还是一样，不是这样告诉你，不要体贴家里的，体贴家里，把爱放在家里面。我告诉你，是神所允许给你们，你要做。可是我们更加要体贴耶稣这些。最后将你最好的献上，记得你能够做什么，你就献上给耶稣基督。啊，请进来吧。今天这个短短的一个的上好的福分这个信息，真的带出了我们今天这个圣诞佳节里面的所要的告诉你的这个福分。今天这个上好的福分已经在你在那大当中了，只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抓住。你们愿意吗？你要得到上好的福分吗？要。Amen。 要的就说 Amen， 告诉我们福分已经在我们当中，群众带领我们当中的，如果已经全时间现在在服侍主的，积极的把你最好的献上。若当中刚我所讲陷入了一些的侍奉的一个瓶颈的，我奉耶稣圣名激励你们，好好的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悔改，继续回到耶稣的面前，让耶稣的爱起初的爱再来激励你，让耶稣的爱来充满你，让耶稣的他的一切爱的能力继续的激发你们，继续出来服侍。我挑战你们，今年你们的服侍人员会比一年明年更多 ，Amen 吗？牧师讲说，今年六场比往前的两场、三场少。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他已经预备好给你了，你把握了机会了吗？你体贴耶稣的心吗？你知道耶稣基督办的都不到位是什么？拯救你们、传福音，对吗？叫你最好的去信。我是来，我单单仰望你，我恩惠你会发光。做的你的弟兄们，第一个要出来献上给主使用。今天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来侍奉这一生，这叫做真正的上好的福分。好吧，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先。无论前面后面的人做这个祷告，好吧，一起说：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生命气息，让我能够在活着的年日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一生的救主。我不只是要成为一个信徒，今天我听了你的话语，我要像玛利亚一样把握机会来侍奉你，不让这一切的忙碌，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的软弱，再来拦阻我的生命。我要像玛利亚一样，打破我生命的真拿达相当，把我生命最好的献给耶稣。我承认我有缺乏，有不足，但是我愿意侍奉你主耶稣。谢谢你并赐给我一切的恩赐，一切的资源、力量、智慧，因为这一切都从你而来，使我没有任何的缺乏，使我能够更有侍奉的能力，更有果效的能力。
来服侍世上的灵魂，来服侍家人，来服侍我职场的朋友。主耶稣，感谢你，愿那今天我将自己如同真拿刀香膏献上给耶稣，单单爱你，单单侍奉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吧。只是我们为着前面的弟兄们来恩高祷告，包括所有在这个圣诞节布道会你有服侍的，尤其是表演的，我们不靠自己，求圣灵恩膏我们，好不好？你可以动来前面，好不好？我们请张牧师还有他师母还有我们的一些的牧者同工，那些你可以为大家的按手祷告，求神恩膏，求神浇灌，让今天我们的线上是永远的线上，不是一次就完了，是永远，直到见主那天，主我们立定心志是奉主，哈利路亚。